没完了是吧？没完了是吧？感觉就是像小朋友，大家互相就拌几句嘴，然后完事之后也没事。刚说完，一下就冲进来了，带着一个长发，就是有点被吓到了。就我以为是可能他之后会看啊或者怎么样，就没想到他直接就是冲进来了。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做错事情了一样，可能会被黄教练吐槽。我本来想要很温柔的来，我今天内心有一个少女，结果我来了这个地方，你们收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我？被欺负了的感觉。你让上面。毛不易、鹿晗怎么想？你让我怎么想？我哪儿得罪你们了？没有，都逃不过。啥？他要说啥？你黑名单，黑名单，黑名字吧？谁说我怕虫子？谁不怕虫子？你告诉我。我也怕。男人为什么不能怕虫子？鹿哥也怕。虫子没罪，来，没关系，没关系，没了，没了，教练别怕，可以打虫子，我花，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是虫？你们是不是故意放的？谁抓了一只虫子放着要整我？蝴蝶，蝴蝶，蝴蝶，你们还想让我在这待着吗？请对我好一点，教练别哭，不要哭，不要哭，你别哭，不要哭。好。不要哭，别害怕。我没带怕的，对吧？从来没怕，你一直自信，从未怕我。哎，你们看，这有一只虫子，请把这一趴捡到刚刚那个地方，好吗？我很淡定。哎，你们看，这有一只虫子，我没带怕的，对吧？从来没怕，从未怕我，我不会害怕的，好吧？陈倩楠，我给你打了两星，在哪儿呢？在那边。陈倩楠，王毅。还有孙珍妮。我什么时候在张一凡面前这样过了？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了？比一下，再见，比一下。你一米八。妈妈。他一七五，我一七五。你没有一七五，你说你一七五，你把鹿哥放在什么地位？我真的一七五。你
都快跟我一样高了。你多高？教练，我比陆哥高这么一块。这样吧，我能忍。他还写1.85米，他要再吐槽我一次，我就下去了。张一凡没有米八吗？他绝对有跟我，他绝对1.78米，跟我差不多高。还有徐阳，你是很对我很不满吧？没有没有，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儿得罪你了。节目里头天天怼我，怼的已经无言可对了。现在完了，我不在的时候你还要怼我，我怎么了？我太难了，真的。你们这群学员，那是不是我不下来还会继续吐槽？要接我准备吐槽个大的，不要接我已经准备了。我希望接下来听到的不会是我的名字了。不会的，会有你的。嗯。好，请继续。来，黄教练。黄奶奶妙精又要吐槽狠了，好像是，对吧？我们气势汹汹的，害怕。黄教练也会好好收纳我们。太难受了。别难受，大家还是很喜欢你的。其实我今天我觉得吐槽教练也不是只是为了吐槽他了，我是爱您的。爱有多深，然后就吐槽的就有多狠，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黄教练。黄教练是所有教练里面跟我们互动最多的吧，应该就是。你看，比如说他这种东西不是那种的吧，你就要把身体放松下来，他不是那种 rock 风了，就这种感觉。对，你们在舞台上，其实这种动作在 rock 里面是一个特别实用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 bounce 你会吧？会。bounce 你就这样蹦蹦，然后加一点点手，然后捂一下头 bounce bounce bounce。加一手。就这种感觉，你知道？那我想，如果是这种可以，对对对对。这样，我明白了。你看，你现在是这样，他现在做的是这样。你看着，你再做一遍。你看好了。懂啊。这样，就是这样。哦。你懂了吗？你们不要那么快，最后直接上。你看好了啊，它有一个咚。听见没有？它有一个。已经轻轻起来的那个点，你的手就可以慢慢这样了。最后再来，你就慢慢的卡到那个点，到这儿，棒棒做第一个棒。噔，蹦，第一个就已经有了，然后等第二个蹦，蹦，棒，然后再往下蹲 ，OK， 来。王教练他自己本身的个性就非常的热情，然后很自来熟。他对待所有的学员就跟那种哥们儿朋友一样，然后他不会让别人产生距离感，所以慢慢的就跟他就没有隔阂了，就感觉说他话他应该也不会生气，而且他其实我觉得他挺开心的。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平时很多很多小细节的点，其实学员们都是看在眼里的。他们吐槽那些点我都是之前不知道的，但是他们吐槽完涛教练之后我更喜欢他了，就是被他原地圈粉的那种感觉，真的就真的有被他圈粉，而且他又是特别特别 real 的一个人。陆教练买水果只买25份，不知道我们有50个人吗？陆教练你就买25份，学员怎么够分？你告诉我。对，然后也不知道您最近是因为财务危机，还是因为通告接的不够多。如果不都不是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我站得不够高。你看不到我。他好多呀，该到你了，连夜写的吗？然后还有黄教练的一个。峰回路转。就是。没有，这个稿是随便写的，随便写就写这么满了。还有这边全是黄教练。然后黄教练请我们大家所有人吃火锅，好开心啊！结果去了之后全是辣锅。Oh my god! Oh my god! 我那天吃了8份白菜。
你不懂女人。黄教练，到此为止，没有了。谢谢。没有了。是我想的不够周全。是你站得不够高。我们错了。教练，记得改正。记得改正。海璐姐想问您一个问题。图我是吗？不是，您觉得我唱歌怎么样？挺好的。那你觉得我表现怎么样？挺好的。那你觉得我是不是长得挺好的？听到没，宋教练，以后记得在台上夸我，不要在备采里夸我。没有人会看备采的，只有人看正片啊。是吗？我觉得我在上肯定要死了。休息啊。谢谢海璐姐。要吐槽，我要吐槽毛教练，给我个麦，不行，我要忍不住了。我是不送战队的老战员了，但我听毛教练的话屈指可数。你问问我们吝啬组的队员，上一次毛教练和宋教练来看我们吝啬的时候，毛教练在那个宋教练的背后成功的演绎了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总有一个漂亮的背景板，总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男人，他就这么一直站着，站了全程。我用多么炽热的目光跟他对视，我说教练说句话呗。教练，虽然说你不是走舞蹈的，但是你可以以一个男性观众的视角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这支男团舞跳的怎么样啊。教练回避了我的炽热的目光，我败下来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教练，我眉毛都挑上去了。他你也可以记住，崔文美秀。对，说句话呗。教练纹丝不动，惜字如金，金口难开。然后他做了笔记。我总结了。第一次公演的时候，我是樱花树下的时候，我在樱花树下转圈圈的时候，教练还过来转了两圈。就像光笑笑天边眼下的飞鸿。那个不用强调，他那个时候。眼下就显得有点，显得不要特别强调他。这次我们抡大锤转圈圈的时候，真的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谢谢教练。其他我觉得其他没啥。毛毛，我当时我心里可着急了，因为为什么呢？毕竟说创造营2020它是一个真人秀，就是教练，叮铃天灵灵地灵灵，教练你说句话行不行？你不说我不说，我们组的真人秀可怎么播呀？真人秀可怎么播呀？怎么播呀？怎么播呀？你不说我不说，我们组的真人秀可怎么播呀？我觉得可以做好。选手考虑的很全面了。我觉得个人脱口秀这一趴他赢了。然后我就对了教练的目光嘛，炽热的目光看向教练。有才。教练说句话可以。教练说句话行不行？教练看到了，他也用目光特别特别的柔和的回应了我，说不要急不要急。好像你们都是最棒的。我只唱歌不能说，说了话也不一定播。我就特别纳闷了，唱歌和说话不是走一个通道的吗？毛教练你那么能唱，怎么就不能说了呢？涛哥，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们那个所有的这个教练在一块儿的时候，毛教练也这样吗？他真的是这样。毛教练很可爱，好可爱，他好可爱的，可爱的，对啊，呆萌。还有吗？我想吐槽宋教练。宋教练，对，好，来，等着下一个。那上来看刘心凌，他们，你不是有心里很多话想说吗？你不是？过来，过来，回到那个休息室，我就看到好多人拿着水果，然后我就我这样，等等。是我们队的，你们队没有。我说我们不送战队，这个名字起的真好，就是啥都不送。下次我们可以叫易送。
是不是要改个名字叫易送？对，妈，易送就送我们，是不是容易送的易送？不是，不是，他们吐槽的。毛教练从你们后面过来，我害怕，好可怕。毛教练，你说两句吧。没有，我没啥。话那么少。毛教练，我们爱你。挺好的。我觉得选手不要考虑这么多真人秀播的事情。你把自己的舞台，你把自己的就是平时的练习练好了，我觉得。这些是节目组考虑的事，再多说几句吧。还有就是你这跳舞的学员那些组，虽然是我们队的，但我根本又不懂，我在那儿我说什么呢？挺好的。我说挺好的，那边又说啊，只说挺好的，那还不如不说，都一样。我告诉你，我用一个女人的心声告诉你，下一次你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多说几个字，比如说。你们很美，难道你不觉得那种挥洒汗水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精神美吗？我说你们，我可以说你们精神很美，下次。我的妈呀，我们今天好开心啊。对啊，好开心，好开心啊。我一个一个吐槽一下。现在感觉离死也不远了。你看看呢，跃跃欲试的站在那儿。来吧，准备开始吧。